中秋佳节将近，宜兰东山乡为了应景，特地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设置了10公尺高的月球装置艺术，一旁还有12颗小行星围绕，营造出太空的模样，也增添了浓厚的过节气氛，成功在中秋节前夕吸引游客前来朝圣。皎洁月亮高挂天际，但其实赏赏月不用抬头这么累，随着镜头往下，游客巨型月球栩栩如生就摆在眼前，任君观赏。晚间灯光亮起，10公尺高的月球装置艺术透出淡黄色朦胧光影，在周遭12颗行星众星拱月下，让民众仿佛置身外太空。但其实这个空间不是天文馆，而是宜兰东山火车站前广场，是公所为了应景中秋规划的装置艺术。经过的时候，然后看到这边有一颗很大颗的月球，然后就下来看。今天第一次刚好天气又非常好，看到这个。真的还蛮不错，值得大家来这边走一走。不止晚间别有气氛，时间快转到白天，更能细细欣赏月球上所有小巧思，吸引大小朋友都来朝圣。小朋友很喜欢吗？对，他喜欢星球，很漂亮，拍起来很美。我们在去年哈，我们整个月亮什么都都这系列，我们差不多超过10几万的人潮了哈。那我们今年一样哈，我们预计说可以来突破去年的一个人潮。第二年的中秋系列活动少不了浓厚过节气氛，民众中秋想赏月也多了一个好去处。月亮什么东东，等你来探索。耶！这里可以演员报道。